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欢迎翻到嚟高达老母 ，Welcome back to Kingdom 老母，欢迎去到教大老母。咁啊，情景戰咧就拍咗几条片嘅，咁啊有兴趣咧，大家可以喺右上角啦，或者喺翻我 channel 嗰度睇翻嘅。咁今次咧就系、用红魔鞋，咁啊我就系玛莎，玛莎就系我，好睇下点样打死阿宝先啊！咁啊，成条 team 咧。除了我隔離嗰部雙面魔蟹，其他都是突擊機嘅。咁點講咧？佢哋好多都是有匿蹤啦，我後面嗰部已經匿蹤啦，有兩部呢啲咁嘅龜霸匿蹤啦。咁好似著數啲咯，我就變咗係要強攻啦，同埋嗰隻戰蟹一樣，我要強攻啦。咁而我呢部魔蟹嘅係咪魔蟹咧？嘅打停呢其實係要靠呢個飛彈仔嘅。咁飛彈如果係用完呢，我變咗我又要即係歸屬囉。就我覺得攻擊有啲難嘅，但係呢如果俾我埋到身呢，哈你就死㗎喇。但係呢又即係嗰個光槍又打唔停佢囉，跟住又會俾人反格囉。跟住懟爆你。樓上咧三打一咧，終於搞掂啦！嚇、啊，未搞掂啊！係啦，三打一搞掂。咁我哋嗰只支援機咧，就真係超慘。不過冇辦法啦。咁因為對面咧有成兩架支援機咧，都要諗諗辦法。總之咧，你俾我埋到身咧，就 OK 啦。呢、這個既然咧，你走到埋嚟咧，煮到埋嚟梗係食啦。不過對住呢扎咁樣嘅吉姆咧，同埋高達咧，亦係有啲唔同法。即係佢哋喺我身上嗰個傷害輸出咧，都幾高。咁我唯有咧集中火力咧打兩部支援機。咁咧我嗰個叫做分數咧就叫做有啲保證啦。俾你同佢打停咧。好啦，又要儲呢個飛彈啦，咁啊先至可以繼續去攻擊。呢隻睇唔到係乜嘢啊？都係吉姆嚟嘅。咁啊，打咗轉之後咧，咁就得翻一個縮頭啊，仲要咁少血。咁啊，要中曬先至打停到嘅，咁所以係有啲難度啦。都係要靠同伴去支援啊。咁啊，但係得翻。即係叮咁多血咁啊，梗係跳出嚟啦，爆個點先啦！即係點解我話瑪莎係我係瑪莎咧？除咗呢部機咧係魔蟹啦，同埋咧佢人仔出嚟咧都真係著瑪莎衫嘅，因為我自己嗰個駕駛員嘅設定咧，唔係呢一套戰鬥服噶嘛，咁所以即係好肯定咯，係瑪莎咯。好，翻翻出嚟啦。咁就佢哋嗰啲支援機咧，全部匿曬喺個base 附近啦。咁我都呀搞掂。咁咧就要出嚟喺後面襲擊佢哋。咁啊，勝算會大少少。我哋嗰座支援機咧就真係慘啦，真係俾人圍揼嘅。咁啊，我哋幾部機咧都冇點講咧。冇去做援護囉，可惜。好啦，要逃走啦。等搵返架雷射大炮啦，唔知雷射大炮喺邊度。咁啊，雷射大炮之前又玩下呢隻坦克先。坦克呢要搞掂佢呢都係容易嘅。竟然係高達。好彩有同伴啫，两个阿妈啲打妈打妈上嘅呢两只，咁咧我梗系要搞掂，搞坦克先。哎呀，好似佢要踩咗下球，咁唔系踩嘅应该，我觉得佢好似系空中射咗我下，哦，闪人，咁啊真系得翻好少血嘅。雖然我冇匿蹤啦，咁我都可以喺條河裏面咧揾個機會打下敵人嘅。呢個位又有啲尷尬，
又唔上又唔落，死啦！咁但系咧有一部太空坦克咧就匿喺呢一度，咁我真系多谢晒，好下 damn！ 哎呀，可惜呢下拆唔到埋，仲有左边有个镭射大炮，完。好，出返嚟呢原来得我一个嘅啫。咁啊搵返个好地方，咁啊等埋啲同伴出嚟先啦。咁啊但係见到下面有一隻，咁啊佢想点呢，咁啊梗係都搞佢啦。中晒条柱。咁啊啱啦，跪咗喺度。咁我就督爆你。咁啊跟住呢就上面条桥上面呢就应该係太空坦克啦，如无意外啊。但是呢雷射大炮呢是 Cam 呢个位置是相当好的。哎呀可惜不中。全部射失。咁要走㗎啦。有吉姆有高弹。只要我打爆咗部坦坦克呢就 OK 㗎啦。不过呢都系咁追我。跟住呢另外一邊個窿咧，山窿嗰度仲有個雷射大炮啊，變咗我要走出去咧，其實係有啲困難。呢度咧又係見到佢，佢又係咁及住我，所以咧我決定咧兜個大圈去敵人另外一邊咧打啦，又死一隻啦。咁可以專心打雷射大炮嘅。雷射大炮咧本身企嗰個位咧，窄啲，唔係話唔得，窄啲。咁啊，既然咁集中咧，咁我咪打翻呢度咯。我希望啊，雷射大炮睇唔到我，坦坦坦克捐翻出嚟啦。哎呀，成个冇起晒。试下咁样离远射几炮。唉，有错，但系咧，佢呢下走唔得啦。怼多下，然之后咧偷袭呢一只雷射大炮。打停佢！唉，又系争少少。好，俾人收咗头啊嗰只。然后呢其实唔多够分嘅，睇下点样去支援啦。因为我啲血都唔系太多，后面又走一只上去。咁啊，呢个时候咧走啦。走完输埋。嗱，剧情需要。自護軍咧係要撤退呢個查布羅嘅，咁啊，所以咧劇情需要咧都係要輸嘅，咁啊冇辦法啦。咁其實我覺得呢 round 咧係打得唔錯噶啦，咁啊只不過係最尾啊真係輸多一隻兩隻啦，我輸多一隻就我自己同伴，真係有啲可惜。Anyway 呢 round 就係咁啦，咁啊多謝各位收睇啊，咁另外仲有兩三條片咧都係呢、這個。情景戰查布羅嘅，咁啊唔知之後會唔會有其他情景戰啦？咁好啦，多謝各位收睇，記住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 IG、Facebo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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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